为着要增加偏向校区的艺术资源，国内有一间企业对2013年开始，每一年赞助国内各校来办活动。除了引进特殊的资源，邀请剧团甲校区来表演以外，还特别安排学生囡仔前往北部去参观美术馆或者是博物馆。今年这间企业阁赞助10间学校，并且伫高家乡的永光国小来举办联合的开幕活动。副馆长张宏天嘛特别半时间前往面礼。高家乡的永光国小今年就选了婚姻馆艺术景点观望计划，并且负责今年联合开幕活动，学生用泰国来展现欢喜的心情。每一个囡仔都有无限的未来，但是可能因为环境的关系受到限制。因此，国内一间企业特别赞助经费，协助远洋文教基金会办理观望计划。因为活动真有意义，再去副馆长张宏鼎也特别过来便利。的地方是在于，由于这个计划可以让借由绘本跟艺术，让我们的孩子有机会可以在老师的导引之下，去做一趟艺术，还有文化的一个旅行，从书本绘本的旅行，从眼界的旅行，从医化教本的旅行，到台北去旅行。这样计划内容有分作四大主题，有引进绘本故事，当然囡仔进行创作，华星观看艺术表演，带囡仔去台办见识。赞助单位表示，这样计划好好和老师的态度真重要。这个活动最有意义的，我觉得是提供一个平台。那能不能成功，关键也都在学校校长跟老师，你们愿意很 open 这个环境。那到现在为止呢，到去年截止已经有50所学校参与自己的计划，并获得广大的回响。今年我们用甄选的方式，也邀请了10所学校共同来推动。今年总共10间校校入选，学生将透过赞助单位协助，有机会接受艺术资源，并且展开一个精彩课外活动。记者李平安采访报道。